我家线今晚有点，今天有点不好。网速，嗨，又是我漂移公主八字老奶，今天的奶有点丑，我忘记我要讲什么。昨天没有什么睡到，就是早上6:30才睡。有很多商家就是之前的签合同那些大品牌有牌子的，他们觉得我形象好差哦，然后就都大概退款7到8组吧，还有几个还没有退款的，虽然他没有放过我，基本上啊，看到那个豆花哥那边还是一直在写我，哎呦，因为我其实声音有点撕裂了。哎，怎么样讲呢？就是因为昨天晚上没有睡到觉，前两天也是没有。但是我昨天没有萌萌的，今天没有睡到觉，是因为不是他们的事情，是我退款给很多商家，因为我的形象真的很差，然后又在直播这样子，所以其实有一些大品牌他们会担心你在保健品哦，他们会担心影响到他们的那个品牌的那个形象，所以呢，好多人退款了，没事了，没关系。就，也没有办法，但是忽然间出了很多档期出来。好了，今天是八字老奶，又是我这个公主，说一下哪一个牌子吗？不可以啦，哪也可以透露的。哦，我知道东西是还没有了结的啦，因为人家一定想东西再来赎回我的，所以他们等着见招拆招吧，不要再提他们了。反正就是说有讲到再讲。哎，我看到有一个老安哥。那个之前讨厌我的，那个说我，他都不是在跟我平反的吗？都跟你们讲不是中立的，然后东西放出来了，就一直，现在在抛文写我，哎，都跟你们讲了，他是谁的朋友？我刚才有过家，怎么会中立帮你讲话？是不是？想要知道的啦。好啦，给他们写新闻了啦。今天我不能够大声说，因为昨天做了，你知道昨天是我人生最夸张一天，我昨天做了5场直播，幸福堂。抽奖1个多小时，还记得吗？抽 BM， 然后就到傍晚拉莫，晚上是什么？最后我们 Cisco， 面膜，然后过后我自己澄清5场直播。公主，你讲到什么牌子？下雨抽掉雨伞，是不是下雨抽掉雨伞是什么东西啊？下雨抽掉雨伞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不了解。昨我听到2个声音，是不是？2个声音啊，应该是，对呀，豆豆花花有po文，我看到了，他们都有拍给我看，哎，没有什么东西啦，然后丑闻也很多啦，就是商家要求退款、取消合同了，那也是合理的解释，因为我的 law 就是呢，在直播档期前30天呢，给我通知的话要取消直播的话呢，我都会全数 refund 的，从来没有不 refund， 但手上还有几个还没有 refund， 但因为我今天的那个退款的 limit 已经到了一个限制了，就是不能再多了，所以他们要等明天再 refund 呢。好了，今天不要问我为什么咪咪越来越大，但是比起以前来说的话，我现在是老娘没有穿奶罩，之前每次有穿到很大包，就是像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嘛，拱上来嘛。今天是纯没有穿，所以我就穿了这件比较，它是可以 cup 到我的奶脐啊，就没有这样恶心。不然我这个睡衣它是有 cup 的嘛？知道你现在落难，抽掉代言，抽掉雨伞是不是雨伞？然后那如果我这个睡衣一打开来的话，我的奶还是会掉往外开，这个是最真实的女生啊。如果是真的，你除非很年轻，你的奶就是往上停。好了，是啦，我炒新闻呢，妈的，好像不是我先放上去的，我这东西。你的鸡蛋要鸡巴一点，是你给人家写到这样子，又硬给人家挖牛，你有什么脸？你会怎样？对不对？讲我炒新闻，去看看谁炒谁先，我都会 refund 啦，不要直接讲到我这样子炒新闻啦。所以那今天退款了8组啊，大概9000多块，9000多块。哎。好了，不要问我为什么咪咪这么大，我只想告诉你们 ，Cisco 的这个呢年度咪咪女神节优惠，公主你奶是整没有啦，我放那个自体脂肪填充术，就是我的奶是从旁边打脂肪进去的，就是在
你的抽的那个下腹的这个脂肪呢打进去，从旁边进，这边还有一个洞，好像在板里面的，给我爸给你们看。哦，啊，整的话也算是整的吧，应该，因为以前比较扁嘛，后来他做了之后上面比较大一点，但是他不是吸的宫，不是开刀，因为我有那个子宫癌嘛，所以就做不到这个手术，因为那个我的医生是跟我讲子宫颈癌。然后跟这个隆胸手术是不能够，因为它会刺激到荷尔蒙，所以是不能够做的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做了。哎啦哈啦，昨天破万了，他妈的又不是我的卖产品，只是我自己讲的这些东西。如果真的是卖产品的话，我都开心到不会睡了。你都懂，其实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要求，每天打扮到花枝招展、古灵精怪，我就希望我的直播人数多一点点，因为产品重要啦。讲真的，我喜欢我商家，他们是真的是有 push 到他们产品，不然你为什么要做一个代言人？你的职责是什么？不是跟你随便捧两下，要讲两句话吗？多少是一定要有，我希望他们就是有效果的这个。但是其实 Swissco 丰胸精油哦，基本上来讲呢，它不是一般。如果你问我在代言生涯里面这么久哦，什么东西哦，永远每一个直播都爆单的 Swissco 丰胸精油，你问 Trista。他上个月业绩多少？因为为什么回头客很多哦？我们最主要是回头客，你不可以讲做人家一次生意的，你东西好用啊啊，东西漂亮陪你到天亮，东西好用回头客也自然多。啊，公主是马来西亚人吗？我是马来西亚人。我昨天整个直播，我昨天发现到我自己什么东西，讲了很多那种马来西亚腔。最真实的最真诚的来自法国的 Swissco 丰胸精油。今天我没有穿内衣，所以我只是穿了这个睡衣给它盖起来。好，这个的话它是 100% 植物精油，不含任何的化学物质，通过了我们国际 SGS 的认证。还有吗？可以快速丰胸。最主要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讲，我现在没有穿奶罩，不是因为我嚼，还是我要勾引别人给大家抱怨。我只是要跟大家知道，我没有穿内衣，然后我的奶不是紧紧，它是松松的，它是中间，给你们看一下。我今天是因为我没有睡到觉，所以我眼睛有点无力啊，你看，松松的感觉，看到。所以平时有 push 它是这样嘛，它现在只是用这个睡衣给它 cup 起来而已。所以为什么我要放它松松这样子，那乳沟这么严这样哦？但是因为我等一下要示范呢，我一边勾奶，然后给你们看到它可以三分钟一抹上去这个精油啊，你的嫩菇包马上大力掉。啊，所以想要去整形、想要母乳的啊，全部都可以。我昨天是不是霸气？我只是发懒杂，因为我觉得我也差不多顶到一个点鸟啦。哎呀，不能讲讲。我现在看回直播，我昨天倒没有睡觉，我看到早上5点多，我看了两次重播，两三次，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很鬼脸到好笑，在那边讲粗话，很好笑啊。所以这个是三分钟给你达到紧实。丰满粉嫩疏通乳腺，还可以帮助我们聚拢，三分钟可以提升你整个嫩菇包的这个效果。人要有自信，奶大力一点点，穿起衣服来也不会给人家啊讲东讲西。你奶大力一点点，每天叼住两个盲嘎在那边开播，马是给人家讲东讲西。但你们永远不要把我当成一个人看待，我不是，我讲了。我可以，我在直播里面可以做到很多丑角，很多牺牲自己的东西，就是证明我自己，我是没有给我自己脸的，走线了，你懂吗？现在，因为我已经3天没有睡觉了，走线了，所以我告诉大家哦，我是可以用我的嫩菇包来示范给大家看，所以我今天没有穿内衣，昨天一直你妈的，是啊，我很少这样子啦，就偶尔一几次啊。然后这个话配合我们 Swissco 年度咪咪女神奖呢，现在我们有做这个优惠配套，就是你凡购买3瓶，我们就会送1瓶15ml 的；购买6瓶的话呢，会送多2瓶15ml 的。然后呢，搭配我们的 Gromy 的丰胸活饮呢，它可以呢在2度发育，这个我就没有拿到出来了，因为其实我今天都没有拍到代言照，是之前拍到的。我这几天都没有 follow 到我的工作，我真的微信差不多整百封我都没有。因为我昨天一关播了之后，两边都给我 WhatsApp 跟 WeChat 进来屌我，一边是我前夫咯，一边就是那个老的咯，安哥，然后我为什么这样哇放我东西啊，么么一大堆啊，然后另外一边就讲咯，要他讲他好像是 Edmund
跟这个干爹说叫出来站出来反就反咬我这样子啦，然后不然的话他就要告他通奸，因为他有那个雷暴值嘛，他傻老哎，肥那个老的跑去给他雷暴这个东西，再给他威胁这样子，就讲如果要不要出来平反这件事情的话，他就跟他拿这个雷暴值去告这个安哥通奸这样子，安哥就怕吗？安哥怕自然就准嘛，就打就跟我那边乱什么。妈的，两边我都一起拉黑，你慢慢去玩宝哈，全部一起拉黑，我就是这样子的。屌，你们都啥？还我自己清白重要，管你们谁告谁，随便你们呢，随便呢，不管老娘的事。放放放，然后给我家手上很多证据吗？啊，我跟有没有跟人放放放放放完他噻，我可以睡觉了。然后马上 WhatsApp 了，我本来保留最后一个 WhatsApp 可以最后一个 WhatsApp 的，最后一个 WhatsApp。可以跟他联系的，现在我连那个最后的 WhatsApp 我都跟他拉黑了，两边一起，不用讲这样多。好，三分钟，好啦，叫他出来站出来跟我反咬我啦，反咬我的话就什么，就是不然他就告他通奸，因为他有他的 IC 去那个 report 的嘛，傻傻的，真的是，我都跟你讲了，哎，这个很简单实用，我现在我就不示范在手上了，因为我现在这边我怕走光，我先把你们的留言推开。一下子我在看留言呢，所以你们不用跟我聊天先掉，我把你们留言，我怕掉我奶头跑出来，因为我现在是完全没有穿那个奶罩，我就用手，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两边的奶，其实就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我们直接要怎么样使用，很它方法非常简单，如果你有冲凉的人就冲凉，冲热水澡给他毛孔打开，如果你真的没有冲凉的人，拿热毛巾给他敷一下，给他毛孔打开，总之一天两次，很像按摩精油一样的，给他打开这个精油，给他打开。我全部拉黑，我都去睡觉哦。结果睡不着，起来退款给商家，分全部 follow 商家。本来确实还问我，公主以前你每个前几天就会提醒商家直播，都没有，因为我弄这样东西，我自己没有心情做工。不好意思啊，忽略商家，所以跟他低几滴，他可以分的啦。如果你 A cup、B cup、C cup， 你有分几滴，他不用按的，你就是这样拿起，他刚好就是这样点就对了。所以他就是你不用按到多，你就大概是这样子，然后你点上去，不用真的按下去。我每次是这样子的，它就已经很足够了。其实我没有放到他们跟 Get Low 一样的那个低数，它还是一样肿到很大力。你们自己看一下，不要讲我做那个脂肪了，讲真的也没有什么大到了。我这个做一下，我代言了两年，我的奶真的是整个坨掉了，不知道坨大掉。所以你就来按摩这样子，早晚各一次，它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的。就给他按摩。其实如果你们在直播，因为我在直播，我并不能够呢完全按摩整粒给你看，我就按上面，因为你知道的啦，赚一个几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赚一个几百多块的东西，也不可能要给你们看奶头嘛，也不好这样过分。这个很香，它是 lavender 香精油的这个味道，lavender 薰衣草的精油的味道，所以你在按摩的当中，你自己会觉得你的身心非常是放松，而且它可以达到这个功效呢，是三分钟就可以抹出完美的酥胸，重做你自信的女人。所以你们等一下可以明显的看到我一边的那个菇包哦，它会完全的长大，它可以立马三分钟帮你紧实你整个乳房，然后呢丰满。粉润你的奶头，然后呢帮你疏通你的乳腺，你的乳腺在哪里？姐妹们在旁边这个东西嘎啦打一下面那边的叫疏通乳腺，可以按摩的时候拿放进嘎啦打旁边这样子按摩过来，在这个位置给它推过来，把你旁边的副乳啊乳腺给它疏通一下啊，然后呢可以聚拢你整个奶包勾到来前面，你奶头的内裤包，内裤包就是胸部，我妈妈教我讲的啊，不懂啊，以前人的话就这样内裤包了。提升你整个乳房啦，所以等一下我按摩三分钟时间到，你们叫我三分钟，你整个乳沟 gap 到很像那个新楼长梯这样紧，绝对不是那个亚马逊河，你的乳沟会觉得乳沟 变小了，然后你整个捏它会很像肿上来，很像那个好像人家来月经的时候胀奶的感觉这样子哦，真的没有骗你。所以你这个很有自信，你穿起内衣来哇包到紧紧这样，要不然没有我每次没有按摩这个东西哦，我就觉得会好像穿内衣有点很像松松垮垮，内衣又按下去空壳来的，按的空壳来的，这个就不一样。马铃薯昨天没有吓到，因为其实在这个发生事情之前哦，我们不要讲马铃薯，等一下他们讲我炒新闻，以后就不要再提他了啦。他是基本上真的是没有吓到，因为我其实偶尔有跟他讲妈妈的东西，因为他之前都一直在找雷哥连爸爸，爸爸就带过去一次雷哥连吧，
我都跟他讲，其实你不要这样子，可能是血缘的关系会一直要找，所以我跟他讲，其实爸爸是怎样对妈妈啦，怎样讲，要讲的比较表面一点的。然后加上其实上次微电影出来的时候，他有在旁边演了，他一直会觉得他其实他懂了，他知道什么事情。好，我们这个产品是通过国际的这个呢 SGA 的认证，使用180%天然植物精油，绝对没有任何化学物质，还有荷尔蒙成分，没有植物的。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，来来来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，因为我现在穿这衣服它不是很明显，这边的乳房哦，这个是我的那个疤印来的，不要担心，不是一边黑掉，其实这边是明显肿大，然后这边是倒倒的，然后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往上提升，要整个肿上来了，它会给你比较分，然后你这个 cup 有的，然后在旁边看我这个是垂，你看是扁扁的，看到没有，两边是很明显的，这边比较明显大到大家可以，如果你真的看不清楚我的内裤包，你可以近距离看我，因为我里面没有穿内衣，我就不要太什么，你看这个乳房的线它是歪过来的喂，因为你这边已经肿大力了嘛，你肿大力了，这边不是自然给它推过去的哦，有看到吗，有吗，这个是整个产品会说话的这个证明，看到没有，这个它这边明显的肿上来，它会给你整个乳房高，因为我没有穿内衣哦，不要太不要太 over，所以你穿内衣看，你会明显的看，哎，为什么像这边松松了，像这边大到它歪，整个乳沟都歪掉了，有吗？有看到了？大家静静看来，不要聊八卦。是不是这样讲我？哎呀，我知道还有很多仗要打的啦。我自己本身呢，用第一次哦就已经非常有效，所以我就第一次我就觉得，它整个哇有点温温这样肿胀起来，我的 cup 就变满了，然后过后我就因为我就那时候我就很忙，因为我只代言嘛，我记得我第一次我代言这个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就没有去用，我就直播用了，就放住了，然后过后它就会隔天会小下来，然后就会松下来，就是整个比较松一点，后来我就发现哎，这样子，因为我 Trista 就跟我说，就我商家你要每一天用 keep 住了它就不会反弹了，后来我就真的是尝试，那个时候刚刚产后的第二年吧，我戴这个产品两年半吧，我就因为那时候我的奶很松啊，然后就一直这样，然后死不相往来。哦，这一期的口头禅真的。然后这个的话呢，它我那时候就坚持用了3个多月，我发现到我整个就是完全上来了。我没有老尊是6点半左右睡吧，应该是6点半啊。5、6点了，大概是我忘记了，然后我早上7:09就起来在马铃薯上学了，真的明显一边就变大了。其实我有时候也不是想要录哪样两坨东西的，有时候也是体谅一下我，他妈的你卖那个丰胸的精油你不够奶，你在那边这么对不对，给人家一条后路走了，不好讲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没有荷尔蒙，没有香精，没有防腐剂，还没有色素的成分在里面，而且它是天然健康有效，180%纯植物的调配而成的。最重要的就是呢，科学配置，这个越强都不服，就服你这个人。我现在等他们反击，我要看他们怎样。哎，一老一少，反正我就拉黑你们就是了，反正搞屁事啊，放我去。最好是有 video 啊，最好是有 video 的照片的，放。超强的这个渗透力呢，它可以加速我们的这个细胞呢非常分裂，虽然那个细胞一直在长大，每瓶它是不会有热热的感觉的，所以它擦上去跟一般的精油一样是温温香香，你手也不会热热，它不是很像那种肿上来哇会热热会 keep 啊，不会的，而且它里面是优质的原料制造而成，5、6点吧，我相信很多粉丝都有5、6点收到我的这个 WeChat 回复，我回复了，昨天回复了300多封 WeChatPN 还没有回到，我到心仪再回住每个人，然后昨天的窝都被洗板，我那里懂他怎么会中邪啊，他不可能要去 Waterfall 那边哦，后来隔一天就讲中邪了吗，哎，就像拍洗发水广告和吹风的广告是包着头的，应该就是这样讲哦。不过有时候有露奶人数是会高一点的，我也承认我每次会这样子做，那是一种手段来的嘛，所以呢这个呢非常棒。而我们这个丰胸精油呢，其实它真的是在我们 Swissco 里面真的是很好卖，最好卖的一个产品耶，真的，它其实已经通过了这个呢100名，我们就是研发它的时候100名的这个呢实验的，就是由23岁到45岁的女生，
然后那个妇女她用四个礼拜的周期来试用这罐精油，她们通常第一次用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的胸部呢就像明显的肿大，三分钟你整个奶垢上来，到这边是松松的。如果大家因为我的奶哦，今天梦中可能没有穿内衣的关系，还有点垮垮的，然后你看八字奶这样子，我可以用这里哈，示范出来，你看我这两个地方，是啦，都跟你们讲啊，那豆腐，摆明就是拐个弯，我听不懂咩？现在这样子了，一直在po文来堵我，我都不要去讲哈，哎，因为我讲我女儿讲这种话都不负责任的，讲这种话人家真的没有，真的都没有。说你不可以道歉跟我讲一下，你讲过这种话污蔑我，讲我有女儿，我明明只有马铃薯一个，你真的要找到出来去注册局去生产的，新加坡也好，自己全部 check 完它，这样子吗？你讲这种话你不负责任的哦，至少嘛跟我道个歉讲哦，污蔑我有女儿这种东西，讲包养东西我曾经啊，还在那边一直在那边酸，然后你讲他，你一定还要讲我影射你吗？我讲你吗？我没有指名道姓，你讲得过他吗？你讲不过他的啦。只是周末这样这么鬼，我真的其实我是很累，所以我直播到很累啊。周末这样子嘞，三个都是男人呢。你看，我也不要再讲他不好了，我不要再拿那个前任消费么？是你们今天一直在那边po文哦，他们的人一个啦，飞速很有影响力的，算是网红老前辈，啊。讲是讲中立啊，抛出来的东西根本就是口是心非啊，一个大哥级，另外一个人家曾经我丈夫啊，他讲不可以叫他前夫的吗？哦，另外一个最好笑了，年纪那么大了，还给人家这样子摆神台，三条罪啊，来对付我一高贵。我那里不颠，我跟你比你们更颠了，我走线了都没有睡到觉了，所以我也不要去讲他，给他们慢慢放饱他了，给他们自己写到爽，影射粉丝相信你自然会相信，不相信你讲多没有用。好，这个是丰修，其实我们这个呢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呢，它呢就是这个乳房上翘度会改善 50%，然后呢皮肤柔滑度呢会增加 55%， 还有皮肤有弹性呢会增加 70%。 所以第一次用的时候你发现，哎，我的奶这么大掉的会圆掉的勾上来的哦，我跟你讲，所以基本上其实我跟你讲，真的很多男人讨厌我，我就看到留言都帮我的大部分女生，可能会了解我们的这个心酸。很多男人讲，哎，肯定给他什么呢？哪里可能给他？人家会母拉拉照顾十多年，我讲过很多次，不是十多年这样照顾，是认识十多年才帮过我。所以有时候我辛苦，连续几年下来，还有给过一点这样子啊，给我一帮。不问你谁有没有擦懒的一个领棍人，这样领白痴。你去结婚搞个四级婚礼这样大，还每个月包养你到你怀孕生孩子，有吗先？你找出来给我，我讲的话有道理吗？不是讲什么东西，包养来讲的话 ，OK， 肉体关系，你讲硬讲这个叫包养 ，OK， 我也可以这样就叫包养了，可是我们就没有肉体关系咯。哦，呀，就是这样子啦。好了啦，七老八老了，你对着我死着么？我知道的啦，你开个播讲中立，我听来听去，哎，话中带话哦，讲到我有女儿哦，不对路哎，本来其实豆花没有开那个直播嘞，我昨天也不会这样发癫的，我还想哎，静静算了，过了就算了，给人家讲就讲了，反正我什么东西没给他写过，哇，开了这个播我更加火烧脑的，你懂吗？本来我都没有想要再这样对着我前夫去得了，哇，来了再来，我都静静了嘞，你懂吗？哦，就是这样的情况而已。所以呢，这个乳房第一次用的话呢，它会上翘度改善50%，然后呢，皮肤柔滑改善55%，然后呢，皮肤弹性改善70%。最重要的就是呢，里面呢第一次使用，好像我们在跟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奶已经不是很明显，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地方，我要很明显的看这两个地方，大家注意看是 balance 对不对？现在你们看啊，这个精油啊，我先不要坐在奶，我放在我的这个手上，然后我做它。用了之后，如果 Wendy 你没有再一直 keep 的话啦，像你今天用了之后，隔天
你没有在用，它会反弹回来一点点的。但如果你长期使用呢，就是我们一个配套来说的话，三个月一个周期嘛。现在我们有做一个买三送一的活动，买六送二的活动。如果你是做就是说来讲的话，你是用三个月为巩固期，就它就基本上没有，因为我自己没有用啊，只是之前代言用到现在，我用剩的我还来做直播，它都没有反弹回来，它都还 get 住，它奶就很像很 get 这样哦，但是不是那种隆胸那种硬硬的，其实我们真的没有隆啊，有隆不是这种猫样的，你懂吗？就是那种垮垮的，有隆人家都不会找爸吃奶啊，找高高挺挺奶头相当翘了咯，对吗？你们自己讲，哎呀。我是没有睡到觉，今天讲话有点无力。好，这个呢，蜂蜜果呢，它不仅呢里面是用天然成分制造而成蜂蜜果，它可以刺激我们这个呢雌激素，然后促进我们的乳腺呢再次发育，让我们乳房呢比较丰胸，比较挺。然后你像我们这种已经气老爸的老妇啊吗？还不是很喜欢叫你知道吗？吃到这样老了，他讲了没有东西讲，来炒作新闻都不懂是谁炒作新闻先。还有我这种老妇，我肯定要录一点奶，人家会这样看我直播吗？但我还是坚决，如果我真的没有露奶，你们还是会进来看我直播的。有肿瘤的话更好GG。如果你不是恶性肿瘤，只是不硬块的话呢，你可以用按摩每天早晚的话，它会帮你呢，就是把那个肿瘤的就是小小粒的，它会把它化掉，因为它是可以帮我们疏通乳腺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肿瘤硬块的时候，就乳腺阻塞的时候，它会有这个硬硬的感觉，还有就是会有那长硬块在旁边，像我自己奶头旁边会有一粒这样，我之前很怕、啊。因为我有子宫颈癌，我要快点赶快去验多一次，是到底不是？其实不是，只是因为可能乳腺硬块，还是我们经常穿尿布啦，会挤到这样子。它的感觉是这样子啊，所以我每天这样子按摩按，觉得你今天说话有正能量，醒了哦。我都不懂要怎样。鸡蛋，我家里漏水哦，功力，你看，天哪！啊，我的，功力。下大雨死了，家里漏水很久了，惨 ！Oh my god！ 对 ，sorry， 我家里漏水，这我不能做。哎，也是这样，跟我妈妈两个人住，很多东西我们都不会去弄。哎呀，所以哦，我做好了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等一下我再等一下，看我这边放了很多。等一下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，你当它是奶呀、啊？可是我买了，他又叫我退回去，谁？菊菊，谁叫你退回去？谁叫你退回去？哦，你是恶性肿瘤还是什么？还是你的是什么情况？我相信 Trista 应该会依据你的情况，啊，来什么的，好、哦，可能就是不适合啦，我又不知道你的肿瘤是哪种情况。如果是普通硬块的话呢，它可以预防硬块增长。好不好？所以我们里面是用蜂蜜果制造而成，它可以帮你丰胸。表哥没有来了，没有来了啦。特级初榨橄榄油还可以帮助我们的养治肿瘤。再来还有小麦胚芽，还有防止色斑、黑色素沉淀。再来的话还有薰衣草。我的奶这样子叫停啊？谢谢你呀、啊。因为我这个睡衣啊，为什么今天穿这件有点霸掌这样？因为它旁边有色斑，还把两个我就掉在中间。今天我是没有穿呐、啊。然后你看。大家请看这个地方，请看这个地方，这是原本没有擦精油，你把这个地方，因为它也是脂肪的，所以呢，你看这个地方它会大起来，然后你看两只手，这个就是你的乳房啊，你想象这个地方，它会让你的这个乳腺再次发育，嗨久吗？然后你看到两边这边一个大一个小，你坐上去你的奶也会一个大一个小，所以两边一定要 balance。 我每次直播了这个，我另外一边我自己会再做多一次的。然后按摩的方法非常简单，里面是用小麦胚芽呢，可以让我们呢就是呢防止色斑，还有薰衣草还可以帮助我们的安抚心悸，促进受损的肌肤在那个细胞再生，还有野葛根疏通乳腺，让我们的这个乳泡呢再次增长，还有这个杏仁油成分在这个精油里面完全变大了，它是可以帮你的细胞增长，然后防止瘙痒等等的。其实它的用法非常简单，明显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的奶我现在这样子不是很低胸，我怕今天可能不是很明显，因为之前我做过一次最勾力的直播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直接没有用这个靠上去，直接松垮了，我的冷气直接没有掉了，不冷了，然后他直接就是八字奶外开，哇，那个直播给他妈的很够力，然后学去很多群，就是讲完做直播做的。其实有时候我只是要给你们看没有穿内衣的那个效果，不是讲真心要做什么鬼啊。好了，这个呢就是 A cup 的朋友的话呢，他只要滴上四滴，
4D 到 8D， 如果你是 B cup 的朋友的话，第8到 12D， 就看你奶油几大力就滴几滴烂，你面积大就滴多一点哦。C cup 的朋友的话就滴 12D。喂母乳的妈妈不要使用，产后断了母乳的妈妈才开始使用，因为我了解到怀孕了之后，这个胸部呢就会松弛。哦，我跟表哥没有吵架，没有吵架，没有吵架，他也没有不信我。其实表哥他在一月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，干爹借钱这件事情了。他不是我们不是为了这件事情啊，我是真心觉得啦，在我生活这么乱，这么我的是非，我的妈的，我就是觉得我自己是那种是非精，就是我不想把它混进来我这一滩浑水，是我自己选择避开的，就是不要先啦，不要了啦，就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不想把它混进来，等一下又把它多一条缝孔来讲，但我真的很像整天给他写到很勾勒，我不想就是把他牵扯进来，所以我就跟他说就是这样子啦，我的意思是这样，他其实都一直在很 support 我，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也很早知道那个事情了，年头的时候，就是借钱事件的时候我都跟他埋怨过，问他怎么办这样子咯，所以好了，这个然后大家可以明显看到一边变大一边变小，所以这件事情伤害是真的很大了，除了工作上赔了很多钱之外，很多了。所以我们这个买来的时候，我们会有给一个手册，教你怎么样按摩。其实呢，我是没有跟住啊。其实按摩很简单，你只要这样子按就对了。对对对，我的冷气坏了，应该是这样按，然后这样子几个步骤吧。你不用 follow 到完，因为我都没有，我每次这样子做，因为我有点懒惰，我突然难受，我就这样做，它就变大力了。你要整力按，你不要像我搓上面，你要整力这样按摩，这样子按，然后手往这样子按。按这个呢，哎，男主角，我都还没有时间 PO 到你要花嘞，我很久没有人送我花了，男主角在那个家暴那里面多多 follow 他，还送我康乃馨耶，昨天感觉好像你妈妈哦，不要这样子，哎，谢男主角真的很贴心的一个人，我已经好久没有收到花了，男主角送了我一支康乃馨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好心。好，这个下垂的奶涂了会最有效，小奶的人飞机场的人涂，它的明显效果会更加好，小奶的。飞机场你要怎样涂，如果你是下垂的话，你用这个手势这样，你涂了精油跟它往上弹，看到没有，三指弓噔噔噔噔噔，奶头一直飞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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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，好，三指弓，如果你是外扩八字奶的，你双手这样子超级赛人，把它勾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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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勾到它两粒奶往中间掉啊，如果你是下垂的，就是这样往上弹。如果你要给它大力的话，你就旋转，自摸，一直自摸，一直自摸，一直自摸，这样子旋转，手抓式抓，给它大力往前大力就是可以了。就是几个步骤了，其实不用 follow 这个了，因为我每次就是这三个步骤：下垂嘛，往上弹，弹了这一边，弹这一边，然后再给它大力，然后呢再往内掉掉。然后把那个副乳跟乳腺推上来就可以了，然后配合这个精油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很 easy 的，记得我三个步骤就可以了，往上弹，往内掉，然后自摸，搞定。 Trista 在那边笑，最简单的，你其实没有一个客人哦，他们会在那边整天转一下点什么穴位啊，又弹中穴啊，很懒嘛，对不对？ Kick 来了，我有点想要睡觉了，一支多少钱呢？我的奶真的很鬼寂寞，很久没有给人家抓了，我自己没抓。你让我想到这个歌词，宣传跳跃不变，年龄呢你？晚上吃宵夜啊？小明讲，因为他明天那个，小明讲明天还要飞去泰国代购了，晚上要吃宵夜嘛？他问你从古来下来了没有？我没有在跟男主角讲话。好了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。如果呢在线有可爱的男生朋友进来看南古播的话，看这个安迪的直播，这个也可以买一支送给你的女朋友。你不要让她误会觉得她奶小，而是让她好好保养自己的乳房呢，就是不要下垂，因为我每天都跟地心引力在战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可以送给你的女朋友的老婆。然后呢，另外的话，突然觉得你很温柔，九妈说，哈哈，其实我真人是不是这样粗的，只是我是点到瘦到线的时候，所以你看我讲出话很鬼好笑，就是瘦到线的时候才会一下子爆了。好了，这个就是这样子啦，直播完我还要赶很多代言照。好，然后这个的话呢，基本上我们有做这个促销，然后价格多少钱就要自己问 Trista 啦。我们今天晚上
今晚八点见。今晚我的直播会有点跟动，因为呢今晚的八点哦是一个直播，然后我要等到九点多十点了，是你们最喜欢的直播，是要去外面拍的，哈哈，很久没有做脸给你们看，又要来送整形的东西了，所以今晚八点跟大约九点四十到九点九个字讲了，拜拜，拜拜九吗？